下一位，来，萨老师好，郑总好。自我介绍前呢，我想先向上一位小伙伴提个问题。好，你在参与冰壶测试赛的时候，对于这个冰感觉怎么样？从一个不是非常专业的一个队员的角度来说，我觉得它比我们平时训练的那个冰要更加的光滑一些。就是好呗。对，就是好。感觉摩擦系数更小，对对对，是吧？肯定很好啊，因为那次制冰我也参与了。开个玩笑啊，我是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的学生张强，同时还有一个身份是双冰场馆的制冰学员。然后从去年10月份开始，我和我们学校的30多名同学，为了冬奥会的需要，跟随国际制冰师团队，参与到了制冰的学习中。然后我呢也有一个要和大家互动的问题。好，现在这组图片大家可以看一下，猜一下这个分别是哪个项目的冰面。哦，这两个是不同项目的冰面。对，我给一点提示可以？你先别着急给提示，我觉得高手很多。啊，行，把话筒给他身后这个男生，你分享一下你的感觉。首先看起来右边的感觉更光滑一些，左边更感觉是更粗糙一些。左边这个像磨砂的，右边这个像抛光镜面的。然后哪两个项目？猜一猜。我觉得左边的应该是滑冰，右边的应该是冰壶。滑冰也分什么速度滑冰啊、花样滑冰啊什么。我就猜一个花样滑冰吧。花样滑冰，因为花样滑冰可能有的时候它要做动作，对对对，落地啊什么，它可能希望不那么光滑，就是稍微有一点摩擦力，它能稍微安全一点。对，我猜的啊，咱俩都是猜的。好，您不用猜吧，您肯定知道。我知道，我不说。好，行，那我就揭晓答案了。刚才那位同学他答反了，冰壶冰不是右边这幅，是左边这幅图片。右边这幅图也不是花样滑冰，是速滑的冰面。我们完全打反了，刚才我们俩猜的都是冰壶要越光滑越好，速滑或者花样滑冰有点摩擦力什么，脚底下有谱。结果恰恰相反，每个项目的冰它都有细微的差别，但是呢只有冰壶的冰它这个其中一项差别更明显一些，它需要打点，有那种冰的颗粒，然后在冰面上形成一种冰粒，它会减少冰壶的那个摩擦，然后从而使冰壶在那个赛道上滑行。确实这个知识点也很新鲜，很新鲜。就是因为冬奥会的开展嘛，然后冰雪运动也会越来越普及，所以相关的这种行业的人员需求也会很旺盛。有人说冬奥会是最大的就业，然后呢您从中感受到了给我们带来的经济效应了吗？我理解，其实3亿人从事冰雪运动，除了我们从现在开始抓紧滑冰，准备明年在冬奥会拿个金牌之外，也包括从事这些运动，我们体育相关的这些工作，从咱们直接的制冰比赛服务，场馆的设备设施，这些呢，现在都实现了咱们这些体育装备的国产化，包括地区发展，像我们这次张家口。延庆到北京赛区这样一个互动，冰上项目和雪山项目互动，然后从城市到山林，再到崇礼这样的冰雪小镇，在地区协调发展上也能够起到作用帮助。应该说，它在方方面面会给我们的生活，会给我们的经济发展带来助力。